好，我是 TOT。 今天这条视频呢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重磅嘉宾李大宙，噔噔噔噔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大宙。今天这条视频呢是一期 TOT 和大宙的好物分享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先来开始介绍我第一个力推的东西，它就是来自兰芝这个品牌的，这个我之前好像分享过，是一个晚安唇膜。先是它的味道，草莓，对，是一种很淡很温柔的草莓味儿。它是一个很厚重的那种质地，因为我本身唇纹就很重，而且平常像冬天很容易起皮，然后睡前我如果涂了它的话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用纸巾擦掉，会代谢掉很多嘴唇上面的角质。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我每天晚上睡前都离不开的好用。这个东西好像100多人民币，对我来说它很好用。你的呢？我要分享的这个呢和 TOT 分享的有一点类似，这个就是碧唇小蓝罐，它其实算类似唇膏吧，但是我看介绍说它其实是偏药用一点的，所以就不能完全当做唇膏每天来使用。它里头就是那种很厚的那种类似像凡士林这样的质地，油油之类的，睡觉之前把它厚涂在嘴唇上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感觉稍微润润的，急救一下这样。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都会涂这个。哦，它是薄荷味的，涂在嘴上就是有一种非常清凉清凉的感觉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推荐的好物。第二个我要推荐的好物就是它是长这个样子，这是一个宇宙的图案。而且呢它是一个手机支架，吃饭的时候想看一些综艺节目啊什么的，你完全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，它就会保持这样一个45度角，你就可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看节目。而且它不是额外的那种支架，它完全贴在手机上。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拉起来的这个长度啊，刚好可以卡住你的手指，就不会掉啦。像有一些大的屏幕你拿不住，你就可以把它勾住，然后手就可以去点一些左上角啊或者左下角的地方。其实它这个一开始介绍的作用是用来缠耳机线，所以一般都是用它做手机站。这个真的很棒。对对对，我要入一个大屏手机，感觉是必备。对，这个支架其实也很便宜，在淘宝上可以买到类似于这种伸缩手机架，10块到29块9之类的价格。这是我要推荐的第二个好物。我要推荐的第二个好物呢，它是一个 Kiss Me 的染眉膏，长这样。很多人推荐，因为我现在头发是染过嘛，偏黄，然后我又属于那种毛发比较旺盛的，然后非常黑，我的眉毛就特别黑。这个染眉膏它有特别多的色号，推荐给发色和眉色不一样的姑娘。这个也很便宜，可能60-70块钱吧，用很久。这个有味道吗？淡淡的，像那种葡萄干儿还是什么的，有点淡淡的那种香味儿。有染眉需求，怕眉毛掉的，就推荐用这个 Kiss Me 的染眉膏。染眉膏。下来我要推荐的第三个好物是一个充电器的保护线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学妹给我推荐的。整个缠好之后是这个样子，我选的这个颜色是一个哆啦 A 梦的图案，作用就是保护你的这个线不会去因为折啊什么的去窝断。这个东西好用之处就在于耳机上的作用，它可以让你的耳机不那么容易打结，因为它加上这个保护线之后啊，上面是光溜溜的，就是它很咕啾咕啾，就不容易像原本这种线它会有一点摩擦力，就很容易缠在一起。这种缠好的线啊，它都会立刻散开，所以就缠在耳机上，你的耳机就再也不会打结了。哎，我觉得我需要买一个这个，我耳机成天我那个大包里就软成一坨，塞进去，然后每次就结结结。而且这个绕线器啊，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，一定要试一下这个耳机保护线，它会让你的耳机如获重生。亲测有我的第三样，我们今天都好家居呀、也是充电线，名创优品。我很少在名创优品买东西，但是这个线是我发现很好用，这个是15块钱吧，解决充电线缠在一起然后容易断的问题。一个是它是这种像面条一样的设计，就是窝也不会断，前面会自带保护头，然后它有一个这个螺旋的，很像小时候用的那种修正带。对对对对，修正带。它神奇之处就是在于你把它扯再大，你要收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使劲一拉，它是有个弹性的作用，对，它自己就收到一起了。最重要的是拔开，就是另外一个头，
就是你像充电宝呀，或者就是苹果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手机插头是不一样的嘛，一线两用。嗯，它真的很像我们用的那种修正带，我刚真的以为你说是我觉得它要是再设计的更贴心一点，就可能这儿有一个按钮之类的，一摁它就收起来了，总体来说对我比较友好了，就是也不会占地方。就哎，这个很好玩哎，忍不住一直想揪它，这无聊的时候可能会不停的上重复。刚好一米，这个好玩哎，这15块啊？对，15块。凡是见到我用这个的，都会问我在哪里买的。这个很棒，这个很棒。而且你小小的，它也不容易缠在一起。对啊，我就很需要这种不会传统的。下次碰到我也要买一个。一下种草了3个很实用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真的是每天都会用到的，很实用的。来总结一下，第一个是晚安唇膜，第二个是手机支架，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这种耳机的保护线。这三个有没有你觉得很实用的东西呢？有的话就可以去入手同款。我的润唇膏、防绕充电线、染眉膏，这3个我都种草了，因为我觉得很实用。说不定你也会觉得很棒。好啦，那以上视频就是我们今天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分享， TOT 的和大宙的，希望你还能喜欢今天这条视频，如果喜欢的话就给我点一个赞。好啦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Bye bye。TOT 的以及大宙的好物分享，对，好物分享，好用分享，什么叫好用分享？你看，你看，眉笔的颜色现在是完全一样的了。哎，真的啊？是吧？哇哦！给镜头展示一下，镜头刚盖住啊！我抠到你了，不对，灯都没有开。开始了吗？啊！一，让所有人嫉妒，上学有的记录，忘了孤独，放的糊糊，多想有个灵犀。装想装下一个自己，啥歌这是？这么描述，你真拔土。就到这里。3个字，要跳草裙舞的那个地方。3个字，很热，热带，美国的一个小岛，美国的一个小岛，就是草裙舞。哇耶！伸懒腰，2个字，哗啦啦啦啦，洗澡。对。跟他一个小张。然后，第3个字是推的反义词，拉张娜拉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李小璐她老公贾乃亮，对，吴奇隆她老婆，又是不是？2个字，一个烟的品牌，猴王，爱我中华。小时候用了一个肥皂，然后什么他